书法是书写语言符号的艺术。在亚洲国家，书法跟绘画一样重要。中国书法非常特色，汉字非常洋来。早在三千多年里以前，在上泰，也叫做银泰，中国书法的历史开始了。在亚洲感谢书法，别的艺术发生了，比如邮票雕刻、双戏、神奇、墨水的石头什么的。汉字有五个种系，就是篆书、隶书、楷书、行书和草书，他们都一般用毛笔和墨水。这些书法的事和汉字的历史有关系。书法家用的材料是文范字宝，包括毛笔、墨水、纸和染彩。用字八法，用字把笔系统木剑楷系统用于书法课，横竖沿勾提折别捺。笔触有六个主要规则。第一个，从上到下。比如，然、第二个，从左到右，比如位。第三个，先横后竖，比如风。第四个，先撇后捺，比如人。第五个，先中间后两边，比如小。第六个，从外到内，先进后宽，比如顾。对我来说，如果你想成书法家，学习笔顺最好的方法就是联系联系
再联系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